借我一下。走出去我们就不用开会了。但是麻烦佑哥，我们就开始宣读台北市政府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考古遗址及史迹及文化景观审议会第138次会议记录。审议案第案一，大同区南京西路261号文化资产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1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出席委员21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故本案决议同意台大同区南京西路261号、南京西路239巷9号登录为本市历史建筑。公告事项如下：一、名称南京西路261店屋；二、种类店屋；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南京西路261号及南京西路239巷9号；四、历史建筑及其定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历史建筑本体为南京西路261号、南京西路293巷9号，建筑本体建部为大同区理化段三小段524件号，建物总面积52.29平方公尺，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迪化段三小段496地号208平方公尺，一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予保存范围实测数量为主。五、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一、南京西路261号约建于1930至1935年间，南京西路293巷9号约建于1955年，为一坎二进一过水，建筑物以承山、承重三墙、砖石混合构造及三木横为主，为典型迪化街屋形式。二、
本案建筑物坐落土地成为大道城著名洋行高马市商会所在范围，为六管街一带少数仅存的店屋。现况建屋为有台湾乐器之父之称仁济医院院长张慕年建造，见证大道城地区发展。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登录基准。三、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二，中山区台北啤酒厂湖口地下水利建造物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1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委员21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第4/5号地下水利建造物纳入历史建筑。建国啤酒厂酿造大楼、建国啤酒厂储酒室、建国啤酒厂包装工厂范围，修正名称及废止原公告之保存范围。公告事项如下：一、名称建国啤酒厂；二、种类产业设施；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山区八德路2段85号；四、历史建筑及定作土地范围及地号，请参考资料；第五、指定理由及取法律依据，请参考附件资料。二、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1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委员15人同意，6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第1/2/3号地下水利建造物不指定古迹，不登录历史建筑，其中第1/3号地下建造物是未来西侧基地之规划，在景观设计中保存或采意向保存。三、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后续事宜。案三，直辖市定古迹原台北信用组合另作土地范围审议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0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委员20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同意变更直辖市定古迹原台北信用组合定作土地范围及补充种类指定理由。公告事项：一、名称原台北信用组合；二、种类银行；三、位置或地址台北市中正区衡阳路87号；四、古迹及地定着物范围之面积及地号，那请委员参看资料；第五、登录理由及其法律依据，也请委员参看资料。二、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后续办理事宜。案四、历史建筑延平北路2段70号店屋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0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委员20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故本案决议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通过。二、后续待完成公听会或说明会后送文化局核备。案五、历史建筑梨花街1段372号店屋修复及再利用审查案。结论：一、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0人，预办委员出席委员20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通过。二、后续请申请单位完成公听会或说明会后送文化局核备。案六、直辖市定古迹延平基督教会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0人，预办事委员出席委员20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
故本案决议修复旨在利用计划审查通过，按期直辖市定古迹博爱路二号街屋修复旨在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0人，出席委员20人，预办数委员出席，出席委员20人同意，0人不同意，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修复旨在利用计划审查通过。案发历史建筑双岩街79号修复旨在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3人，出席委员17人，预办数委员出席，出席委员17人同意，0人不同意，出席人数同意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数，故本案决议修复旨在利用计划审查通过。案九，历史建筑长生习馆暨湖底路93号房舍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案。结论：本案委员总人数23人，回避人数3人，出席委员17人，预办数委员出席，出席委员17人同意，0人不同意，出席人数达出席委员过半，故本案决议修复及再利用计划审查通过。二，后续请申请单位完成公听会或说明会后，送文化局核备。以上提起备查。各位老师，针对上一次的会议记录有没有要增删修订的？好，如果没有，我们同意备查一下。报告案一，案由110年2月至7月，本市文化资产周边营建工程。经专案小组审查，未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报告案，报请公见。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办理，依中正区中正段一小段438地号的6笔土地新建工程临直辖市定古迹观音禅堂案，依案是国立台湾大学函送计划，本局于110年2月24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之完整之余。二，本案古迹监测保护计划续经本局110年8月10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然后以下视觉模拟图。二，文山区新龙段一小段2-1地号等13笔土地新建工程临历史建筑复兴公案，依案系崔茂生建筑师事务所函送计划，本局110年4月13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一，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所列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之余，历史建筑监测保护计划修正后复审。二，本案历史建筑监测保护计划专经委员书面审查，于110年7月27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图。三，万华区汉中段二小段5-1地号等6笔土地新建工程，临直辖市定古迹西本院士钟楼树新会馆，历史建筑西本院士轮番所移及参道本堂玉庙所案，案是同志祥建筑师事务所函送计划，本局于110年4月20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所列破坏古迹历史建筑之完整之余，本案专请委员书面审查后，于110年6月24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按视觉模拟。四，中正区228和平公园整体铺面排水改善工程临直辖市定古迹及沟号一方案，案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函送计划，本局于110年4月23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有破坏古迹之完整之余。二，本案古迹监测保护计划于110年5月27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五，中正区国立台湾博物馆结构数位建模及耐震能力评估临直辖市定古迹黄世杰校坊台北放送局之台湾广播电台放送停案，一案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函送计划，本局110年4月23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破坏古迹之完整之余，本案古迹监测保护计划续经本局110年6月18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图。六，万华区执行端一小段5-10地号的24笔土地新建工程，临直辖市定古迹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城区部文教大楼龙甲清水岩主持庙案，
一案是许义伦建筑师事务所函授计划，本局2017年4月30日邀请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破坏古迹之完整之余，本案专请委员书面审查后，于2017年7月26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事主模拟。七士林区台北捷运环状线北环段 Y28站林历史建筑国立故宫博物院案，案是台湾世熙工程顾问有限公司函送计划，本局于2017年5月11日邀请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会议结论本案无涉及文资法34条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之余。二，本案专请委员书面审查于2017年7月9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八，北投区阮桥段7D号1B土地新建工程林历史建筑北投赖氏祖厝案，案是李文胜建筑师事务所函送计划，本局于2017年5月18日邀请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结论本案无文资法34条所列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之余。本案历史建筑监测保护计划于2010年6月11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图。九，士林区天母段3小段105-3D号等3B土地新建工程林历史建筑多楼门布局案，案是张玉树建筑师事务所函送计划，本局于2017年7月15日邀请文资委员召开审查会议，结论本案无文资法34条所列有破坏历史建筑之完整之余。本案转请委员书面审查后，于2010年8月12日同意审查通过。以下是基地概述跟视觉模拟。拟办本次所提案件均无涉及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所列有破坏古迹历史建筑之完整、遮盖其外貌或阻塞其观览通道之余，拟请同意备查。二，请申请单位依备查之报告书及古迹历史建筑监测保护计划据以执行。三，本案依结论办理后续。审议案一，案由大同区迪化街一段256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提请审议。本案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址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情形一，本案建物所有权人委托北大吉建筑师事务所于2010年3月24日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保存。本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8条规定，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二，本局2010年5月11日邀集文资委员召开迪化街一段256号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刊，会刊结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登录为历史建筑。会诊文化资产评估报告后，续送台北市政府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性保存、考古遗址、史迹及文化景观审议会审议参考。三，有关本案委员意见摘要请详参相关附件，其他补充资料也请详参相关附件。接着看到地级地形图、航照图及建物照片。首先看到的是建物立面、第一进骑楼以及一楼现况，一楼室内空间现况照片及天井处。接着看到第二进一楼室内空间及后院的现况照片。接下来看到的是二楼的大理石壁画及第二进室内空间现况照片。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有关基本资料，请委员详参附件。本案建物及其所定夺土地所有权皆为私有，所有权人有保存意愿。价值分析的部分，本局会刊结论经委员中等讨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未来保存管理文物，本案倘登录历史建筑，依现行文资法规定，未来应由所有人、管理人及使用人管理维护。登录范围之影响评估：一、所有权人具保存意愿，登录后对现况使用尚无影响；二、本案倘登录为历史建筑，后续建筑本体倘涉及修复或再利用事项，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供计划与本局审查。
三、本案倘登录为历史建筑，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且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22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34条规定办理。拟办，拟请同意登录大同区迪化街一段256号为本市历史建筑，名称为迪化街一段256号电屋，种类为电屋，地址为台北市大同区迪化街一段256号，历史建筑及其所定着土地范围，本体为迪化街一段256号建筑本体，建物为大同区延平段2小段641建号，建筑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延平段2小段907、908、908之一及908之二地号等4笔土地，相关范围示意图请相关相参附件。登录理由及其法令依据：一、建物建于1922年，为一坎二落一过水，虽经多次改建，大致仍维持1920年代间20年代之空间格局，拱圈、面材、砖墙及七里岸石亦有保留，为迪化街典型的住商合一街屋形式。二、建物位于淡水河014号水门，原建筑空间产业由江氏棺木贩售，曾是油漆行、南北货李氏家庭迄今，见证大稻埕产业发展的变迁。三、符合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址审查及辅助办法第2条第1项第13款登录基准。本案提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这个案子是不是李建师跟李先生这边有没有？我跟所有权人这边都暂时没有意见，都同意保存。好，那各位老师委员们，针对这个案子有没有要就教的部分？好，那老师们如。办的那个第五项，哎，是，他国土这个第一点的道路，第一为迪化街典型的住宅屋，电屋，好，第二些，这个刚刚比较，谢谢。街屋改电屋嘛，是不是？对。那还没有老师针对这案子有要提醒跟修正一下，如果没有，我们是不是来投票？谢谢。两张哈，第一张是市定古迹，第二个是历史建筑。那小组好像是历史建筑，好，结束了。
建筑空间，原建筑就不要有什么建筑空间了，原建筑由江氏啊经营光复，这个是，对啊。南北货李氏家庭契机，南北货是李氏家庭做的吗？李氏经营南北货，李氏经营，对，那个前两个名字都在前面，李氏，李氏南北货。城市油漆行李氏南北货迄今见证到整产业发展变迁，产业发展变迁是不是关产业发展变迁历史啊，你要后面讲的商业发展，商业发展变迁，因为它没有制造，没有，不是产业，商业。它也不是发展商业，是经营变迁历史。好，感谢老师们的提醒跟指正。那我也同步把握时间。大同区迪化街一段256号文化自然审议案，有23位，总共23位老师，回避林为出席17位，17位不同意为市定古迹。那这个案子17位出席，17位都同意登录为历史建筑以上。我们往下，单案。审议案二，案由大同区福生堂医院延平北路2段111-44巷23号文化资产价值审议案提起审议。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78条，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登录废止审查及辅助办法办理情形一，本案建筑物所有权人委托吕大吉建筑师事务所于2010年4月8号向本局申请文化资产保存。本局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第78条规定启动文化资产价值审查程序。办理情形二，本局于2010年5月14日邀集闵富国委员、王慧君委员、王维洲委员、代保存委员苏一鸣委员召开大同区福生堂医院建物文化资产价值审查专案小组会勘，会勘结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指定为古迹，后续会诊文化资产评估报告，续送本审议会审议。办理情形三，专案小组委员意见，请各位委员详参纸本资料。其他补充资料，2010年5月14日专案小组会勘照片，详附件三；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详附件四。那这个是本案的地级地形图，虚线是建筑的本体，那蓝色的实线是定着土地范围。那这个是建物照片，左手边是旧貌，那右手边是现况。
那这个是建物照片部分，左上方为建物背立面及庭院部分，那 右上方是医院的入口，那左下及右下都在一楼整间部分，那下图为建物屋顶，上图这左上二楼是诊疗室的器具，那左上三楼为恢复室的部分，那右下的部分为中日文的医院及医师的文件。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报告部分，本案创建年期日治时期建物台账资料登记为大正十二年五月十八日，为西元一九二三年。那所有权人建物跟土地皆为私有，所有权保存意愿为有意愿。那价值分析的部分，本局召开专小组现场会勘，经委员综合讨论，初步认定具文化资产价值，建议指定为古迹。那未来保存管理维护的部分，本案场指定为古迹一线型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应由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维护，因此未来保存管理维护建议由所有权人进行说明。四、指定范围之影响评估：一、所有权人具保存意愿，指定后对现况使用尚无影响；二、本案场指定为古迹，后续建物本体场设及修复或再利用事项，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规定提送计划与文化局审查；三、本案场指定为古迹，基地周边相关营建工程或其他开发行为，且符合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十四条。文化资产保存法施行细则第二十二条之范围条件者，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办理。拟办一，拟请同意指定大同区福生堂医院为本市直辖市定古迹，名称福生堂医院，种类医院，位置或地址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二段一四四巷二十三号，古迹及其地所定所土地范围之面积及地号。古迹本体为延平北路二段一四四巷二十三号，建筑本体建物为大同区延平段三小段五四二，建物总面积为267.09平方公尺，五四三为建物总面积365.61平方公尺，建物坐落土地为大同区延平段三小段四二三271平方公尺，四二三之一三平方公尺。等两笔土地，实际保存面积需以保存范围实测数据为准。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据：建物建于1925年至1957年，增建为三层楼。1980年代立面整修，建筑线条利落，比例优美，呈现不同时期的样貌。二、城阙于1941年开设福生堂医院，城阙为日治时期女产科医师的代表人物，丈夫谢国金亦为医生家族，本建物为台湾医疗史的重要佐证。三、建筑内部能保存日治时期妇产科医院的机能空间，包括挂号室、诊疗室、手术室、病房等。医院与住宅相接，建筑内部能保存许多医疗设施及器具。中日文医学书籍及重要文件呈现当时妇产科医院的风貌。四、符合古迹指定及废止审查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一二三款指定基准。本案提起本审议会审议，并依审议决议办理后续。那个案子是不是有发言的顺序？就是有一个陈小姐。陈医师，麻烦你，谢谢。是，各位。